环保节能企业发挥影响力，启动奔向绿色计划。除了全力打造绿色金融，更结合赞助的四大马拉松转型绿色赛事。民众只要参加四大马拉松，累积40公里，我们就会为每位跑者种下一棵树。那我们也承诺在未来的5年能够为台湾种下10万棵树。目前已经有7个县市加入响应，同时企业也捐出全台第一台电动捐血车。那相对于传统的捐血车这个可以减少48%的这个碳排。我们希望这个民众在做好事捐血的同时，也能够有一个低碳排低噪音的这个环境。永续危机迫在眉睫，为了保护环境，企业携手各县市政府，也希望影响每一位民众一起加入，全力冲刺2050净零台湾。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。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。